些够了。金牌没有啦。没有了。哦。黄手绢再快两块还要吗？够了。那个够了够了，这个能吃到过年那些。我要么去把车里的那个推车拿来呀。车里有推车吗？嗯。没事儿，拎吧。445，445，这块。哦。现在牛肉多少钱呀？545，算你543。哦。对了，300块了，多少钱？二百九十八。哈哈哈！我们赚晕了的。冲的还是酸？交，交。我来。嗯，嗨。好了好了。完了，这个就不用了吧。冰箱里掏出来的排骨，今天晚上用这个弄个沙子菜。可以。7.5，它的火候都很大。这个够吃的。够吃一段时间了。今天晚上要吃的那块，切一下。带皮来啊。大冬天的降温了，酸菜炖酸菜绝了，杀猪菜，买了这么一坨肉啊，感觉有过年的既视感了，突然间热闹起来了啊，好了，给它炖上啊，炖个半个小时，酸菜一定要冲洗，挺好，酸菜一定要洗一下啊，洗的多了它那个酸味没有了，所以洗一到两次就行。朋友们多喝水啊。来一丢丢油，酸菜，来点生姜，大料理粒这就行了。炒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从锅边淋入点酱油进去啊，不要太多，一丢丢啊，这个酱油的香气给它炒出来就行。这时候呢，把生姜大料给挑出来，咱们准备好的酸菜啊，这应该差不多了。哦，一台。那煮这么长时间，说好的半个小时，将近煮了一个小时。老陆老爷下来聊天，忘了。吃完这个不痒了。不痒。不怕了。不痒。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自己吃好，嗯，抵抗力增加上来。对。这个汤呢不能捞啊，这汤是宝贝的了。嗯。排骨垫底啊，刚才的原汤再倒回去，酸菜铺上面去。哦，因为那边嘛，这个排骨不大，刚才还好好的。放点大葱，撒一点盐。我味道挺有点的，今天煮的时间长了。最小长，哎，切的时候要小心点。满满的血肠，满满的五花肉啊！吃点清淡的，多吃点啊！别整个羊。我钓鱼没事吧？鱼也羊吗？也得小心点。鱼呀、啊，鱼也养啊，搁水里头。钓鱼的人，鱼没事儿、人有事儿。我就是单跑，我自己跑。行，我可以弄那个海苔包饭吗？海苔包饭可以啊。我这海椒菜。朋友们，这两天呢，你们得、多吃点肉。啊，你们得多吃点这个五花肉啥的啊。嗯。抵抗力大吗？嗯。预先预防。哎呀，我一个看到了，这帮你这么紧，你搞我了。
아, 이거 맛이 어째? 이거 맛이 어째? 쌈채랑 똑같지? 쌈채 好. 쌈채 좋대요. 조이 好. 조이가 좋아. 쌈채 맛있네. 我只是 谦虚了一下. 마늘 한 두 개씩 먹어. 응. 마늘 좋다. 추도에 配点 蒜. 마늘 蒜应该腌上。 里边还有排骨呢。 排骨도 있어요. 쌈채 맛있네. 응. 마늘 맛있어. 응. 조수 먹을 때 이제 마늘 먹으면 좋더라. 아니 맛있더라. 사람 돼지고기 비교는 먹어야 돼. 이렇게 메인이야. 채 맛있는 거 맛있다. 근데 채 먹기 싫은 게 뭐라? 밥 아무리 먹어도 내려가지 않아. 응. 고. 뭐라고 찍을까? 고. 아, 로자이스는 쌈채. 구워낸 주 탁 싸면. 대창 해놓고 먹으면 오늘도 이래 큰 감에도 한다고. 맛 딱 없으니 대고라 딱 떠난 맛이죠. 그리고 저 동백 그 산주왕 가슴 졸이 있잖아요. 그거 퍽 여놓고 합니다. 국물 좋다. 想吃吃呗，吃吧，不好，来吃吃。哎呦，要不，这边送上来一点，这个炸的焦太阳。红烧鸡丸也。嗯。啊，焦太阳。红烧酸菜这种。嗯。我给你盛汤。行。啊。下个视频。也关注我。下面呢，耶。好啦，今天这个大厨啊，真做个啥都菜，随。 随便蒙嘛，随便做个正好吃。太好吃了吧？这个菜吧，闭眼睛也能做的。啊，闭眼睛可做不了。你闭眼睛大马勺都。哎，这个这个真香。再说一下，那个朋友们呢？嗯。现在外边羊很多呀，小心点，千万小心啊！做好点热水。做好那个防护啊，戴个口罩啊。那个羊，那。 羊来了的话，你这很遭罪。吃点肉，抵抗力上来就羊不能那个什么了。一顿顿吃两个蒜，就好多了。完了再顿顿吃好的啊，抵抗力让它抵抗力上，别让那个羊咬住你一把。病了也多吃点饭，不吃饭就不行。嗯，吃不下去了。那也吃，不吃就不行。拜拜，再见。朋友们，身体健康啊！ 这是每次做菜的时候用的分量，然后这是烤肉用的，这是牛肉，这是锅肉。